胶囊药粉充填板主要由四块板组成，分别是底板、中间板、帽板、框板。187型充填板操作过程，把底板平整放好，接着把框板放在底板上，将大约300粒体胶囊放入框内，然后拿起底板和框板左右摆动，胶囊会一一掉入底板，掉满后拿出框板，把上面多余胶囊倒入胶囊袋。帽胶囊的排列与体胶囊排列操作类同，充填粉剂。将药粉放在底板上，用刮粉板在底板上来回的刮。待装满药粉后，刮去底板上多余药粉。将中间板无缺口的一面对准放到帽板上，使帽口子高出面板部分，进入中间板孔中，翻转180度，对准放到底板上，来回轻轻推压几下，胶囊帽口与底口稍微结合，就可用力压。待都压到底后，取出帽板，取出中间板，将锁好胶囊从中间板上倒出，